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智度论》的介绍，简介。那我们用的是后观法师，所编辑的这个讲义，那为了要讲清楚这些呢，就我们有一个补充的讲义，好，那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的第二页，《龙树菩萨略传》。龙树菩萨的年代是150到250年，是在安达罗王朝的时期。他出家前呢是南印的婆罗门，天资聪颖，誓不再告，那么也等于。属于吠陀等世间学义呢，迷不练达，对于印度的这些属于很重要的在印度来说的话呢，那个吠陀因为当时候有所谓吠陀天启的一个特质好，那他为什么出家呢？因为他曾经跟三位好朋友这个聘请吉遇以为乐所以他潜入王家。秽乱宫廷，那结果呢？事发幸免于难所以他就深深体会到什么呢？欲为苦本所以他厌离心生，所以他就到了佛塔出家受戒。在早期来讲的话，僧团都会有佛塔，就像南传佛教，我们到了斯里兰卡也可以看到他们所谓的寺佛寺呢。要有四大要像，一个要有佛堂，然后要有佛塔，然后有什么菩提树还有比丘，还要有比丘那才算是完整的好，所以呢，他是到佛塔去出家受戒的。那因为他是在说一切有部的寺院当中出家受戒。所以他读诵声闻圣的三藏，所以他是不是也通达声闻藏在出家之前，他通达什么印度的这个吠陀世间法，那又通达了什么声闻三藏在90日中呢，诵三藏尽达其意，所以他更求于经。都无所得，后来呢，在北方雪山深处的一个佛塔当中，遇到一位老比丘，授以大圣经典，读而善之所以他是不是能够通达大小圣？而且因为他是南印人，又在北印出家，南北，对不对？大小，那大的话呢，重信，小圣重什么？有。众相，相呢就会跟有结合，法性呢跟空结合，对不对？性空而怎样？相有，所以当时候的北印，北印来讲的话是声闻学派，众有，众相，并且呢是属于声闻法。南呢，在南印来说的话呢，它是。这个大乘佛教的初心，众性众空，所以他出家呢就综合了南北空有性相大小，这是龙树菩萨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初期大乘是兴起于南方的，而大乘于什么北方，所以由南而北那北方是属于大乘佛教的教区，以乌藏那山林地带为中心，而向东向西而延伸，一直到向南到了犍陀罗。那龙树菩萨他怀着革新佛教之志他本来想要成立菩萨僧团，因为僧团几乎都是声闻僧团，那龙树菩萨就很想要改。但是说实在，要改是不容易的
他有律师教戒更造衣服，乃至于说要成立菩萨僧团，这个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导师就讲到说，可见个人的理政不难，而大众制度的改革确实很不容易，因为牵涉太广，对不对？那他这个龙树菩萨的时代背景来讲的话，北印婆娑大毗婆沙论出编啊，大毗婆沙论从西元前150年一直编到西元150年，编了300年啊。那龙树菩萨是不是150到250年间的人啊？那个时候大毗婆沙论出编啊，大毗婆沙师呢，执一切有而爱空啊，执小而障大啊，并且呢专横而不可一世啊，这个我们要去理解龙树菩萨的时代背景很重要哦，这样面的概念哦。那因为他们执小嘛，他是不是以声闻为本啊？那他们会障碍什么大乘法啊，尤其说一切有部，是不是越往西北发展啊，越往东啊，越往东去表示越倾向大众，那倾向大众是不是就会发展出后来我们初期大乘的那个大乘佛教的兴起啊。所以他会执有而爱空。那其实如果我们理解相有性空呢，是空有不爱的。一般我们会觉得有就有，怎么会是空？空就空，怎么会是有？我们是把它化为两边来想啊，那是从相还性来想，从相来想会对立，但是从法性来说的话，其实是通的。一个人是相有的，但是佛陀教我们要无我，有没有？就是要理解我是性空的，我不过只是众缘和合出来的。那我们的老病死就因为众缘在离散中嘛，所以呢，北印因为有大毗婆沙论，所以有大毗婆沙师，他们都非常的专横而不可一世，是因为他们的论点强，论师强。那南印呢，叫做方广学者啊，执一切空而坏缘起啊，他们又太重空，因为我们南印是不是重大原则性？性跟空结合，相跟有，相有而性空嘛，但是呢，以南印的这种空还是错的，因为他执着了空，执着了空会坏缘起啊，因为这个他们南印所讲的空，并不是缘起性空的空哦，所以他会执理而废事，因为重性的话是理性的。现象相有是什么？事相上的，是事相上的。所以呢，执理而废事，说一切法如什么龟毛兔角之常无，因为他重空，他把空当作无来看待，跟缘起性空的空不一样哦。中观学系的缘起性空般若经的空不是这个空。但是当时候在南印发展的是他们认为这个执一切空是不是会坏了缘起啊，说何谓缘起呢？缘生缘灭嘛，缘生缘灭是因为性空的缘故才能缘生缘灭，是透过因缘的排列组合嘛而缘生缘灭。但是他因为他执空的时候，他反而执理而废事那他们会认为所有一切都是空，都是无，所以叫做常无而不叫无常。常无跟无常不一样哈，常无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它直空。所以我们说龙树菩萨的中观系不是发展在南印啊，不是哦，反而后来的真常系哦。好，所以这是时代背景。所以菩萨龙树菩萨呢，公义端而畅中道所以龙树菩萨呢就呵斥迦瞻言尼子为非世子啊迦瞻言尼子呢就是一生六足论的一生叫做发智论，发智论的作者造论者迦瞻言尼子
后面我们会读到哈，这个发智论，发心的发，智慧的智。因为西北印论师与论书很强，所以他们的论点有一生六足，一生六足论有七论。那个属于斯里兰卡这边呢，东南也是论点很强，有南传七论，也有南传七论。那西北印是说一切有不啊，说一切有不，因为他执一切有而爱空，有没有？好，所以呢，龙树菩萨啊，在造中论的时候，我们读过中论，是不是常常在讲说一切有不如何如何，有没有？因为说一切有不呢，他们认为是实有自性，有最小最小最小的这个元素。其实我们生来就一直以为有，所以一旦讲这个有，反而容易接受啊。要讲说这个是不存在，反而难呢。要理解波瑞或者中观是困难的，是因为要有相当的慧根呢、要有智慧资粮才能够去接受，因为我们讲的那个空不是空空如也的空，而是去否定什么最小最小的端点嘛。说一切有不，他们会认为就如同一尺的一尺的东西，把它折一半，再折一半，再折一半，再折一半，折到最小，折到几乎没有了。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有哦，那个叫实有自性，那是临虚值，但是他们认为是有，所以叫做说一切有嘛。他认为说这些现象都是假有，但是假必依实，有没有？假有还是要依在实有的自性元素上头的那个元素啊，那个是不存在，没有那个最小最小的端点了。任何的小还可以再去发现它还其中还有它的世界呢。尤其现在的科技，对不对？电子显微镜可以一直不断的看，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程度，等到十年二十年后是不是还会看到更小的啊？它是没有端点的，就如同我们讲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没有起始点，也没有什么终点，其实是没有端点的了，所以呢，但是因为说一切有不认为有嘛，这也是龙树菩萨一直要去呵斥的部分，所以呢，就说他非世子，这个已经也批评到很严重的状态了，不是佛弟子，他的弟子呢被呢为生死人。为什么？因为只要有自性妄执，那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呢。如果没有去放下这个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跳脱的。透过性空是不是才能够向上啊，才能够达于什么圣者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常说所谓的修行，一个向善，有没有？七八两世里头储存的要善因善缘，在这个是修福报哦，但是修智慧就是要向上，放下向上，放下向上，叫做福慧双修嘛，对不对？向善跟什么向上？所以呢，这个龙树菩萨对西北印这边如此的批评啊，因为北印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时代的大背景。对南印呢，那么以方广者为邪空，这不是正确的空，因为他们认为那个空是什么都没有，叫做空，空空如也叫做空，所以这个叫做邪空，所以呢，信戒无机而取一空啊，因为他们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信仰了持戒啊，就无所依据了嘛。那他们就取那个空而已，所以龙树菩萨功义端嘛，而唱中道，所以要习细论之云雾，朗中道之秋月，大圣光芒万丈，安达罗王朝与有容焉呐、啊。因为他是什么安达罗王朝时期的人，他是南印的人，那这个也是从声闻法走到什么菩萨法为主。本来是在这个之前，是不是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到菩萨为本之大小兼昌？
所以要到圣者的境界是习气论，不生不灭，灭啊，等于是不落二边呐、啊，不落二边哈、啊，不落二边，因为有二边其实都是习论，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习论。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其实也是也哈、啊，这个比较严格来说，其实也是习论，但是我们现在不能不用这些文字波瑞啊。因为要引经据典，是不是才能够在、哦、等于是要能够思想的正确，我们的行为啊，身业口业是不是才能正确啊？意业一定要正确嘛。所以以波瑞法门来讲嘛，也讲是需要文字波瑞，但是不能执着文字，要进入观照波瑞，要透过佛陀教我们的这些语言文字去观照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对不对？观照波瑞，是不是才有实相波瑞的出现呢、啊？实相波瑞的出现就是圣者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嘛。好、哦，好，所以呢，这个啊、哦，习细论之云物啊，啊，是不是还是要有文字的基础啊、哦？只不过这个文字呢，一定要引经据典呢、啊，啊、哦，而不是某某人的创说。但是我们经常引应顺导师，是因为应顺导师是最能够贯通这一切啊、哦、尤其在汉传的系统来讲的话，汉传的系统特别庞大，南传只有上面这部分，藏传这个后面的，只有我们汉传可以通上通下，通通早期到、哦、传到了中国之后的，哎，好好，所以呢，这个朗中道之秋月嘛，是不是还是要以中道不二，所谓的不二不落二边、哦、不落二边，因为我们都在生活上为什么会起烦恼，往往是因为我们落在什么相对的二边嘛，一直比来比去，对不对？有生有灭，是不是就会情绪起伏啊？我们喜欢什么生，不喜欢灭，所以我们的情绪会不会这样起伏啊？会哦。那怎么办？从因缘来看，它是不是平等平等的、啊、当我们真正的平等的时候，就不落二边了，不然我们会 落入二边。为什么生是原生的力量强，为什么灭是这个缘灭的力量强嘛、哦、以因缘来讲，其实它是非常的平等，平等到什么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所以涅槃境界这是不二的，之所以不二，是因为根本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平等是无分别的，我们一直都有分别，所以我们说会从初分别要进入什么细分别，才能够根本无分别，不落二边，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这个时候是觉诸细论的，这是觉诸细论，所以要习细论嘛，要朗中道，这是涅槃的境界，但不是在这里就停止了，这个是最开始的那一刹那，那个就如同一道曙光，之后慢慢慢慢慢慢的不断的去扩大到成佛，而怎样尽虚空界嘛，而尽虚空界，其他的量的扩充哦，初地一直到十地菩萨的完成、哦、所以初分别是在相上的分别嘛，细分别是不是在法性啊、哎、透过性空嘛、哦、透过性空，也就是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因缘的什么排列组合而已啊，才有现象，其实现象是很粗的了，它是众多因缘，但是我们好不容易缘生之后，是不是自然会缘灭，即自然缘灭，为什么能够缘生缘灭，就因为性空的缘故，没有任何的特殊性嘛，大家全部都平等平等，任我们排列组合 哦，所以这叫缘起性空，波瑞是不是专门讲这个，波瑞再进一步就是中道不二，其实它是都是从因缘来思考的、哦、从因缘思考它会充满了否定式的符号啊，
那大乘佛教是不是就是用性空啊？六度万恨，五度如盲，波瑞为导嘛，是不是要以波瑞来引导着我们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哦，所以是透过性空，所以到大乘佛教的法印是不是只要一个十相印就够了，就叫性空的法印嘛？哈、哦，好，那因为有中论初哈、哦，因为龙树菩萨造中论，所以法界雷动啊，智者心受，愚者精摄，大圣乃不负一棒小的小中卓然自立啊。这是不是这时候才怎样以菩萨为本啊？是不是大乘法变成主流了？所以因为有中论哦，哦，是因为有龙树菩萨的论著，卓然自立，所以后来啊、哦，只要是以大乘佛教的国家为主的时候，就会哦遵从龙树菩萨啊、哦，尤其是中国来说的话，说龙树菩萨是八宗共主，有没有？八宗共主，哦。大乘佛教能够卓然自立，很重要的是因为有龙树菩萨造论。哦，好，那龙树菩萨的弘啊、哦，这个弘法的影响是遍及南啊、哦、全印的。那因为有南印哈、哦，他是南印人嘛哈、哦，而且跟安达罗国王啊、哦、非常的这个认识的哈。哦，所以他后来也有在他的著作里头也有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哦、也名为这个亲友书，就是寄给这个安达罗王、哦、也在中印也在北印、哦、那龙树菩萨的师资就是师徒、哦、那龙树菩萨又再传什么提婆、哦，那提婆呢造了什么四百论，所以我们说三论是什么中论十二门论跟百论、哦、也可以叫做四百论、哦、或者叫百论，叫百论。然后提婆的弟子呢叫罗侯罗跋陀罗婆罗、哦、提婆的弟子他著有赞波瑞波罗蜜记、哦、那因为龙树菩萨很长寿，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头也会引什么提婆的论著，也会引到徒孙的嘞。所以有的学者就说，那这样子可能不是龙树菩萨的著作，因为引后面的人啊，引后面的人，啊，其实因为他寿命长嘛，引徒孙也是不是不可能啊。哎，哦，好，那龙树菩萨、哦、的师徒也经过，因为有刹车王子哈、哦、须利耶摩沙摩的这个引介，所以呢，之后就是因为有哈、哦、这个传授给鸠摩罗什三藏而传到中国，弘布弥广，所以其实。鸠摩罗什大师大概在西元四百多年，401年到413年，大概只翻译了12年，在这个之前他被困在姑苏18年了、哎、其实他的寿命并不是很长，不过非常可惜、啊、就虽然12年，但是他把龙树学几乎都翻译的差不多，只不过可惜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后来的弟子僧肇法师是最能够弘传，但是却是早死了，才30几岁，非常可惜。其他的弟子都没有，都不是以龙树学为主，所以龙树学在汉传的系统来讲的话，没有得到适度的发展。那很快的真常系啦、唯识系是不是都又进来了？本来属于波瑞系是最早进来的，哦，是最早进到中国。但是没有得到适度的弘传、哦、但是后来也形成了所谓的三论宗，但是所谓的三论宗它不止三论，它加上了真常，它也加上了真常、哦、还有天台其实也喜欢龙树学，但是它的加上那个
那个珍藏系的更多，所以在中国来讲都几乎属于综合学派，综合学派啊，就是属于这种中观系统的纯粹的就是说比较纯的这个部分并不多，哎，没有得到适度的发展。还好在这个时代因为有应顺导师，我们是不是才有机会啊，再能够以啊能够来好好的理解龙树菩萨的著作啊。所以这个这几章的啊讲义其实也是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这个角度来看，让我们体认这部大制度论的重要性了啊。好，那第三页啊，龙树菩萨的著作有两大类，就是深观跟什么广行，深观广行啊。那么有所谓的中论，是深观的十二门论啊，依疏罗迦论，这个都属于深观的啊，深观。那都所谓深观就不容易懂，所谓的深观要用因缘观才会深，如果用相有的话呢就浅一点啊，就会比较浅啊。所以呢以深观来讲都是在阐发缘起性空之真啊，深意啊，皆是生死解脱之根本啊。我们之所以会生死轮回的根本是什么？自信妄执。就因为我们执着有啊这个单一不变跟实有的主宰性的这种特性，这是与生俱来的，这是我们的俱生我执法执一直流转到现在。那我们能够来接受啊，去除破除自性妄执，就是缘起性空啊。所以要理解缘起性空中道不二反而困难哦。虽然它的大原则性很简单，而且我们修行的依据是不是就是依法来修行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学佛是学佛陀教我们法，我们是依法来修行的，是不是自啊修的对就自然向善跟向上，对不对？才可能成佛嘛。好，那这是属于深观，所以要深观也是要透过因缘观才会深，对不对？也是透过因缘观是不是才能够向上哦，在果位上才能够向上哦。但是深观之外就是要怎样，因为透过深观就好像种树一样嘛，哦，种子种的深，它的那个树干是不是就会壮，它的树荫会怎样宽呢，啊？哦，所以呢属于广行，广行啊，明菩萨广大行。但是要能够甚深法义是不容易的啊，这个就要有宿世的善根因缘了哈。那大制度论属于广行啊，尤其大制度论啊也是不断在解释这个中观。所以我们哎正好在我们中观读完以后来读大制度论哈，那个困难度会少一些，就是因为有一点中观的基础啊，比较能够理解如何的去广行啊。大制度论呢是100卷啊，那大制度论以外有十住毗婆沙论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后观法师的这个讲义第二页有没有，第二页哈，龙树之论著哈，抉择深意，抉择深意有没有啊？有根本中论颂啊，根本中论颂在下面，在我们的第三页这里有没有看到啊？也就是中论啊，中论。那还有60颂如理论，有70空性论有没有？唯真论、广破论，哦，那12门论，12门论是不是在上面？有12门论，还有依疏罗迦论。广大行呢？广行有大制度论、十住毗婆沙论，还有一个就叫菩提资粮论。菩提资粮论在下头有没有？菩提资粮论，哦，那其他呢？还有宝行王正论、寂亲有疏。啊，宝行王正论也就是宝曼论
宝曼论啊。哦，这是龙树菩萨的论著。哦，好，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下般若经的这个传出的一个时代背景。哦，这个会比较深一点了。那这段呢，其实在我们的在我们大本的讲义的第一页的著作的那个脚注里头了，在下面那个脚注。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哈，般若经的传出啊，其实它是分大概有四个阶段啊，四个阶段哈。一个呢，起于南印，是不是兴起于南印？般若经的传出是从南印传的哦，然后它会往西，再往北去。哦，我们刚画的图是不是从南印这里有般若经典的出现，之后会往西边，再往等于走西北印呢，往上走。哦，好，所以起于南方，龙树菩萨所见的般若经典呢，哈，属于原始般若呢。原始般若哈是下本的初品，各位可以看一下哈，般若。有下本般若，有中本般若，有上本般若。反过来看，有没有看到左第二行叫做下本般若，第三个地方叫做中本般若，有没有看到？哎，第四个阶段叫做上本般若。上本般若以我们中国古称呢，啊。第一个阶段叫做道行般若经，也就叫道行品。啊，那对于空来说的话，他没有直接说空，他是说离啊，无所有啊，无生啊，无性啊，不可得。虽然没讲到空，但是是充满了否定式的符号，充满否定式的符号在讲什么？因缘还是果报？在讲因缘。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法是不是分成两大类，一个叫法性，一个叫法相。相有而怎样？性空。属于否定式的符号都是在讲性空的这个部分。因缘哈，因为我们还是有 出来学习的人了哈，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法，我们来学佛是学佛陀教我们宇宙人生间的啊这个真理法则。分了什么相有跟什么性空，法性跟法相。何谓法性呢？都专门在讲因缘。相有形成出了什么果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我们的正报，是不是？我们的色身是我们的正报体啊，还有我们的依报，还有我们的依报都是相哦，这是果报。所以果报我们说它比较那个范围大，而且我们看到都是表象啊，是不是？只是看到表象啊，看到一个人，所以在《金刚经》说这个叫一合相，它是众多因缘所合出来的一种现象。它不是固定不动的嘞，其实我们的因缘是不动啊，是逐渐缘生，然后这个投胎转世，是不是才结出我们的这辈子的这个色身来？之后是不是又在老化中啊？所以它是缘生缘灭嘛，因缘它会因缘的和合跟离散，所以果报呢啊会从无中来生有。有之后是不是又会无啊，又会消失啊，所以一个是重因缘。所以我们说看到否定式的符号往往其实就在讲因缘啊，肯定式的符号在讲什么？相有。所以以为是学我们都要介绍哦，什么叫做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对不对？但是心经是不是只讲无眼耳鼻舌身，无色身香味触法？是在讲什么？因缘，不是在否定现象。有没有现象？
有现象哦，有我相哦。那佛陀说，教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我，要怎么办呢？就是要理解我是什么，性空。何谓我是性空？我不过只是四大假合出来嘛，地水火风假合，四大不调生病，四大离散死亡，就这样。所以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这个叫做无我，就是在讲我是由因缘所合合出来的，因缘离散，合合离散的一个过程而已。但是我们离散之后，我们又自动的会去投胎转世，那是第七八两世，自动的会去怎样投胎转世，不是我们想要不想要，然后我们想要一个富贵的家庭还是一个贫贱家，当然都要想要富贵吧哈，但也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就可以，要看我们种下什么因缘呢。所以菩萨道上很重视的是什么？因缘。菩萨为本之大小兼唱，其实是重因缘。但是到后期大圣，到了密教，他是重果报，赶快如何成佛，都想要速成嘛，最好即时开悟，立刻成佛，对不对？但实际上不可能那么快。重果报就会怎样？天佛一如了，因为在现象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其实是因缘在差别，对不对？好，所以呢，有关于空，刚开始讲的就比较是在讲什么否定式的符号，所以有离啊、泯啊、灭啊这些，对不对？涅槃本身其实也是否定式的符号所成的。好，那第二个阶段呢，它因为从南就往西，然后再往北去了，所以会盛行于北方。盛行于北方叫下本波瑞，又叫做小品波瑞。中国古称小品波瑞，讲的是第二期。第二期来讲的话，西元前50年到西元50年。第一期是什么？西元前50年之前的，就陆续传出。所种的是波瑞道，种的是波瑞道，中国古称叫做小品波瑞。小品波瑞里头包括了道行波瑞经、大明度经、摩诃波瑞波罗蜜超经，这里多一个超，跟下面有个第三，有没有？摩诃波瑞波罗蜜经不一样哦。以大制度论来说的话，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几期的？第三期的，不是第二期的啊，第三期，看懂吗？第三期的第三项有没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上面第二期的第二个阶段的是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超经不一样哦，所以我们要细分别哈，不能粗枝大叶说啊都赶快不一样啊。因为龙树菩萨是150到250，造论的可能都已经200年左后，等于比较晚一点了啦。其实已经这四期都经过了，龙树菩萨这些般若经典都已经传出了啦。第三期呢，第三个阶段是大品般若，所以那个第二个阶段是不是叫做它好有7个，有7个部分哦。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是叫做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还有大般若经里面的第四分，大般若经里面的第五分。那大般若经是玄奘大师译的，在最右边，在最右边有没有？玄奘大师译经是什么时候啊？西元600多年了。我们会觉得奇怪，怎么会倒过来？其实不是说倒过来，而是他这个是属于哪一个阶段传出的？他在600多年的时候，是不是一起译啊？《大般若经》总共有565卷啊，
565卷哈，第四分第五分反而属于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哦，哦，还有第二个阶段的第七叫做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哎，好，那这个时期有关于空，就在讲一切法空啊，哦，都是在般若的实践，明甚深空性啊，要透过听经闻思修，是不是要有闻会思会修会啊？闻会思会修会的基础是因为接什么亲近善事，有没有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是不是才可能达于什么现证会嘛？好，这是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所以第二个阶段又叫做下本般若哦，所以就比较不用下品，要不然很容易跟小品大品又混在一起。它是下本般若、中本般若跟什么上本般若，这样看懂吧？哦，好。第三期第三个部分哈，第三阶段呢，已经融摄了说一切有部的法术哦，因为他到了北方之后，是不是跟说一切有部会做结合？哦，那说一切有部善于造论，龙树菩萨也受到影响，也善于造论。哦，好，那这个阶段来讲，有大哦，总称叫做大品般若，里头它包括了《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哦、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有呢就是大般若经的第二分，大般若经的第三分，都属于第三个阶段的、哦、好，那大智度论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哦，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有三分哦，有前分、中分跟什么后分，有没有看到左边数来第二行哦，第一品到第六品是前分，用的是大品般若，第中分呢就是第七品到第六十六品叫做小品，它用的是小品般若哦、小品般若是不是就是下本般若啊、哦、还有后分、哦、是第67到第90，这里面有大有小、哦、其中最后面倒数第二两品呢是小品的，其他是大品的、哦、好，这个、哦、可以看下一页了哈，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说，哎，这个详细的解说呢，在我们的我们大本讲义的第四页，大智度论的组织大要，大般若经，大智度论哈，是100卷，但是90品，100卷，90品哦，哦。所以说大智度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什么释经论、哦、经论合编为100卷，经文有27卷，释论73卷，合起来是不是100卷、哦、那它是90品，所以呢从序品第一到舌相品第六，六品是属于大品般若经，这是不是在等于是把前面这个部分再详细讲了、啊、这样看懂吗？当然不是一次就看懂啊，回去好好慢慢对不过搞不清楚没有关系了哈，起码我们知道它是100卷，但是什么90品，里面有大品有中、有小品哦，第七品到第66品有60品是属于小品的哦，那后面呢67到87呢是21品是大品的哦，
等于最后一品是大品的，前面倒数两品是什么？小品。哎，所以总共合起来呢，大品有28品，小品有62品，所以总共是不是90品？这样知道吗？100卷，90品，初品34卷。左边有没有？光是第一品啊，就包括了34卷了、啊。经文是27卷，论是什么？73卷、啊。我看到数字都会觉得很喜欢，但是数字对大家会很不容易搞清楚。第二品一直到第90品，共多少卷啊？66卷。合起来是不是100卷？好，而小品《般若经》重于觉诸细论的般若道，大品《般若经》呢，有27卷，它阐扬什么般若道，但也兼顾眼土熟生的方便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善巧。以般若经典，以中观系对三大欧僧祇劫的这个次第来说的话，它分了什么2到5菩提，一个叫做般若道，上面叫做方便道。般若道是三圣共法，所以般若经典是三圣共三圣，声闻缘觉也可以透过般若而解脱啊，先证涅槃而后解脱。以声闻法初果是最难，证了初果之后，二果、三果、四果是不是很快了？初果一来生死，二果不不。初果是七来生死，二果是一来生死，三果呢不来生死，四果不受后有，解脱的关键是这里。那菩萨道呢，要不要经过这里啊？要哦，只是他忍而不证啊，忍而不证。为什么？为众生，对不对？就为了众生，所以初地一直到什么十地，做的是什么眼土熟生。这里是觉诸细论的习细论啊，所以般若道重觉诸细论，方便道重什么？眼土熟生。2到5菩提，发心菩提。二月底去讲了一部《金刚经》，其实就是在强调这个啊，发心菩提、福心、明心、初道菩提到什么？究竟菩提，这里是究竟菩提。所以中观跟唯识修行的道次第都非常清楚，但是真常不清楚。为什么不清楚？因为不是在谈因缘，谈因缘都可以清楚。好，所以呢，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第四页有没有？第四页。下本般若是小品般若，对不对？重什么？般若道。到中品般若呢，重般若道及什么？方便道。有没有看到？那论内容来说的话，中本般若等于上本般若，是因为上本般若它不过就是中本般若的扩大。第四个有没有最 下面的？它有10万偈，中本般若有22000偈，它是不是等于扩大了将近5倍啊？但是上本般若已经有真常的常乐我净的思想了，因为它受到独子部的影响，独子部提出不可说我，还是有我哦。所以这个是属于般若经的传出的一个顺序啊。那
跟最前面哈，我们大本的这个叫大本讲义，这个叫做补充讲义，大本讲义的第一页啊的注脚下面有没有？波瑞经的部类非常多，龙树菩萨所知道的波瑞有三部，有没有？上本是十万颂本，中本、下本就是一般所说的什么大品跟小品，这样看懂吗？哎，因为有这个表，会不会清楚一点啊？哦，好，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